哎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我第一只蹦蹦兔抓下来的时候，因为我按这个东西，它是不会变成22，那我还要按吗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是不用按的嘛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，就是正常这样直接丢下去嘛，然后把它卖掉，换一只嘛。我们等一下直接刷10块钱，找到一只兔子，然后升上去放一只17，吃4个盾。这不是有没有想太多的问题，就是你只能这样打。还是你平常打完全不用脑，不能升级，不能升级，升级没有意义啊！升级会让兔子的几率降低，怎么可能升？它又不会再多一只，这一定要搏一搏，摸到就赢了嘛。其实摸24圣盾也可以，只不知道为什么24圣盾摸不到。两费不可能那么少兔子啊，这边才8只而已，两费一定超过8只的。不可能合3次，8只上线，真的假的？这游戏你设计的吗？说8只的继续跳楼吧。不懂装懂。对，啊！台湾兔子王，三金兔，还好那只兔子来了，可以打人家脸，与其得到分数，打人家脸觉得更舒服。